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！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温哥华话剧团青少年艺术团的相声演员，我是相声演员谭玉霄，我是相声演员谭寒月，我们给您拜年了。你看呀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一转眼兔年就过完了。是啊，现在已经是龙年了。咱们中国人每个人都有属相，对，这十八个属相里面，十八个是几个？十九个？十九个？十二个？啊，对对对，反正不到二十。他往这儿凑数来了，这不开个玩笑吗？我这么大学问，能不知道十二个属相吗？等一下，你怎么大学问呢？这十二个属相里面，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个吗？我怎么能知道啊？我呀，最喜欢龙。哎呀，巧了，我也喜欢龙，因为我属龙。呸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喜欢龙呀，是因为这龙蕴含着很深厚的文化知识。龙是咱们中华文明的图腾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象征。咱们总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嘛。对，那我问问你，陈龙是什么意思？这很简单嘛，陈龙嘛，就是这个龙啊，它挺沉。什么跟什么呀？陈龙是很沉的龙，这不胡说吗？那你说说为什么叫陈龙啊？这是因为早晨七点至九点属辰时，此时一般容易起雾。传说龙就喜欢腾云驾雾，又值旭日东升，蒸蒸日上，故称陈龙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龙象征着勇敢、高贵、威猛和力量。龙年到了，祝咱们所有人赶起活来，生龙活虎，往家一坐，虎踞龙盘。祝您龙腾虎跃，龙凤呈祥，龙年大吉。嘿嘿，全拢到一块儿去了。看这样吧，咱们就说个龙年说龙怎么样？什么叫龙年说龙呢？从现在开始，我能句句不离龙。哟，你这吹牛可挺大呀。那我还搂着说呢。来试试。来。好，你看呀，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个个精神百倍，这是卧虎藏龙啊。对对对。你家离不开龙？我们家？你家可不是群龙无首，家中大小事情都听你爸爸的。这事儿可没错。你爸爸呀是老态龙钟。你才老态龙钟呢。哎，不是不是，你爸爸有着龙马精神。哎，你挑这词儿说，说出话来虎啸龙吟，地气十足。你爸爸没事就练练书法，写出字来龙飞凤舞，笔走龙蛇，练得好极了。画的国画也不错，尤其是画龙，活龙活现，跟真的一样。而且有个特点。什么呀？这画龙啊，不能画眼睛。哦，一画这眼睛啊，砰，这龙就飞了。好吗？我爸爸还有画龙点睛的本事啊。你爸妈结婚没几年就生了你和你哥哥，你们俩是同一天出生，这叫龙凤胎。龙凤胎？这能叫龙凤胎吗？这叫双胞胎。可是一龙生九子，九子各不同啊。我和我哥哥性格不太一样。你哥哥喜欢看电影，尤其是武打片，最崇拜的就是李小龙，功夫巨星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！哎，停停停停！你哥哥投名师，访高友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还练就了降龙十八掌。嚯，瞧瞧啊！还得到一把屠龙刀，没有以前剑呢，他被小龙女抢走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不过这还句句都有龙。对了，我还知道歌里面也有龙呢。Lonely, I'm so lonely, I am lonely, lonely. 停停停，太难听了！我这怎么难听了？但是我这不还中西结合了吗？你别说，这里还真有龙。那还有呢？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。有。等一下，怎么绕口令都出来了？再者说了，玲珑塔
卡德龙也算啊。那当然了，这谐音梗那也算梗啊。你听好了。《和尚一本经》，一个挠脖一口磬，一个木鱼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分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个挠脖三口磬，三个木鱼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十二两，分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挠脖五口磬，五个木鱼五盏灯，五个金铃二十两，分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挠脖七口磬，七个木鱼七盏灯，七个金铃二十八两，风儿一刮响花楞。僧人数罢玲珑塔，天上看满天星，地上看有个坑，坑里看有盘冰，坑外看一棵松，松上看坐着鹰，鹰下看一老僧，僧前看点着灯，灯前看一部经，墙上看钉着钉，钉上看挂着钟。看着看着迷了眼，西北天天刮大风，说大风好大风，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。刮散了天上的星，刮平了地上的坑，刮化了坑里的冰，刮倒了坑外的松，刮飞了松上的鹰，刮走了阴下的僧，刮灭了僧前的灯，刮乱了灯前的经，刮掉了墙上的钉，刮翻了地上的弓，傻时间只刮得心散坑平，冰化松倒鹰飞僧走，灯灭经乱钉掉弓，翻了一个绕口令。祝大家龙马精神，龙腾虎跃，龙年行大运。谢谢。